今天来到天海仁和小区啊，看这边有几个大姐大婶的人，这地方聊天是吧？乘乘凉，聊聊天儿。你们小区这个美化的挺好的啊，和好多地方都有特别漂亮的花儿。是吧？我看前面那，我看了那个绣球，好漂亮，都是你们自己种的。你们在这，你们的老家都是哪的呀？河北的，天津的。河北天津的，您天津的？我天津。天津的啊。在这，你俩天津的啊？每年都过来住啊？每年都过来，年年都过来。你河北什么地方的老家？我廊坊。廊坊的啊？廊坊是市里的还是？市里的。市里的啊？怎么样啊？这个在这住的？还行吧。在这买房多少年了？十多年了。他盖是多少？什么时候盖？我们啊，你们刚盖的时候就来了。你也是廊坊的吗？我是沧州，河北。沧州的啊。我看这小区，我刚刚碰一个大哥，他是也是河北的，这小区河北人挺多的。河北哪儿都有，哪都有啊。上海、杭州，还有新疆，哦，哪儿都有我们小区。对，我们这个房子05年买的，06年拿的钥匙，07年就开始住了。零六年就住了。06年就开始住了，住挺早的。06年买完房，这位置。对，你说你的位置，怎么有什么优势？你说说看看。我们位置，第一离着大拇指近。大拇指广场近，离管委会近，离党校近，对，行政中心数比较高一点，离海边也近，离海边也近，对，你们没事经常上海边玩去吗？对呀，有时候去也去啊。就晚上这个我们出去不就是大拇指？前几年还总游泳去了，现在游不动了。您多大年纪了？72岁。72游不动了，以前还喜欢游泳。其实他们说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锻炼方式，对，全身各个肌肉都能运动起来，对，接着游吧，不敢去了，不敢去了。你河北那边可没有水啊？没水，我是在河北学会的，在河北学会的。河北不缺水。廊坊那没水，水很少。那有个我老家是盛芳的。盛芳的是吧？盛芳有水。鱼米乡过去是。是过去鱼米乡啊。对。对，那沧州那边有水是吧？我们那有水，有水啊。黄花港。对，有个黄花港在你们那儿。黄花港现在水。运河也从我们沧州市穿过。从沧州市穿过啊。对。这么多年住的还行吧？冬天有没有不回去的？有，冬天都不回去。您这位大姐冬天不回去？很少。很少。很少回去。基本上。你老家哪的是？天津的。天津的，就是。我俩一起。你基本上不回老家。在这待着，那你怎么供暖呢？不用，这也不冷。不冷？那你就是说，屋子里靠什么来取暖？空调呗。就是空调，没别的东西吗？没有，就空调就管用啊。对呀，能达到空调完全管用。屋里能达到多少度啊？达到19-20那样的吧。哦，那空调大。关键你费用高不高啊？一个冬天下来。也可以吧。大概多少钱？高也高不了哪。你估计多少钱？我也没算过。没算过账吗？我从来没算过。就是说你交多少电费啊？这一个东西。那我一下子就交好多。交好多，你没。那个，你别的电器也在这用啊。对，我就说加在一起花多少钱？也就2-3千吧。总共这几个月。对。那还行啊。这几个月是这一年。一年可不。对，这就这几个月，就是过冬这几个月。对对。你们小区的房子质量怎么样啊？一般，质量不是很好啊。因为它盖的特别早，盖的早是早期的房子是吧？这是银泰最低，基本是第一批房。第一批是大庆。那不算，那是人家那个，那是人家企业盖的。企业盖的啊，就是商业房第一批。商业房盖的。这样子的，盖的福利房。对，你们住的还行啊。还行。年年我们一般都是五一前后就来了。家里11月15号来暖气，11月份才回去。11月份才回去啊。暖气的回去。也不冷。不冷啊。不冷。是这个地方都说海边冷，其实海边并不冷，是吧？不冷。一点都不冷，比天津要还要。比天津暖和多。暖和多了。是不是啊？冬天比天津暖和，夏天比天津凉快。那不是好地方吗？对呀，这个地方真是好地方。好地方。那你们过得还是挺滋润的啊。对。就是美中不足，就是。各方面后勤工作怎么样？医院太是，就是医院的问题。医院远，
就是医院、超市什么。哦，医院、超市不是很多吗？这边附近很多，它也是这小型超市没有。但是你说这怎么说呢？这就是你说这个人少吧，这就是那个夏天来度假，不能说它就是鬼城啊，又什么的，是吧？它就夏天来度假，它跟城市不一样。对，和城市因为它是海边，对，它有区别的。对，是吧？冬天你这，你看现在这新盖的房，它基本都没有那个暖气。对，后盖的房有。你像一般的冬天，咱们都回家了。对对对，是吧？这海边就是度假。对，度假就是度假。对，行啊，冬天回家暖暖和和的，有暖气。对，夏天在这凉凉爽爽的过上一个夏天，挺好。空气没治了，空气特别好。空气好有什么感觉？对身体有什么好处？喘气痛快啊！喘气痛快。你看我们楼上那个，他是是不是飞大炮啊？他说，飞大炮去年才待半年，人回家一点他就没有。哦，小珠子他打肺大炮就是肺水肿的，是不是？我不懂。肺水肿。高血压的原因就是我一到这来，我血压就正常了。哦，血压一过来，血压正常。心脏病的人、高血压人到这都正常了，含氧量高啊。对。哦，也就是对心脏病、对高血压，对，还有对。对肺啊，肺呼吸系统啊，都有好处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好地方呗，好地方，真是好地方，得好好住吧。我们就是从接了房，2006年9月30号领了房，我们就年年年年都来啊。年年都放银台的房子要增值，是不是啊？我说一下就能增值啊！你放你在那不咋才高铁马上的，高铁要一通了更快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当时买房子贵不贵？你们买那么早？我们买不贵，多少钱？1000多块钱，一千几啊？1600。一千六七，现在呢？啊，你现在贵，我这个都3000吧，就一样的。啊，我那少3000，最少3000了啊！现在我们买2000多，因为我们这前头是看海的房子，看海的房子啊，能看海啊。看海的房子贵，对对。你的小区好像没有花园是吧？一楼有，它不是完全的，它不完全都是啊，不完全都是啊。对，这边是车库是不是？有车库就没有花园。哦，北边是一楼就是花园啊，北边是花园啊。你往那边去都是。哦，对对，我过去，待会儿过去看看啊。视野特别开阔啊。看个前面篮球场，有篮球场，对，空间大，没有开发商在中间留块地的，对，啊，你看见过有开发商中间留块地给你打球，中间留块地的吗？哦，你看中间这块地，有的小区比这还大，不一样，要再盖楼房得盖多少？对。他是有的报道说，哎，这个又老说这个鬼城这鬼闹城闹城，你不认可是鬼城吗？啊，我不认识他是鬼城，因为这就是那个度假的地方嘛，对，你就夏天来，冬天根本没人嘛，对吧？说咱们让鬼城见鬼去吧，啊，对，不让鬼城说见鬼去吧，咱这不是鬼城，对，是非常宜居的一个好地方啊，好，对对对，好，谢谢各位大姐了，啊，好嘞好嘞。